玉成啊，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呢？不瞒您说，这次回来我就打算做一件事情。玉成，你做什么，蒋寿都支持你。好，蒋叔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想重新启动娱乐城这个项目。啊，雷总，您进来以后一直往里走，经过一个洗手间，有一个后门，我在那儿等。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。 您让我们核实的不是一件小事。如果打草惊蛇，我们可能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另外，这是涉及到几千万资金的事儿。为了钱，您的对手可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行，看来我没有找错人。你们很专业。哥，说吧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打算重新启动娱乐城，只是……只是蒋劲和林向远不愿意。 那倒不是，你也知道，启动娱乐城资金是第一位的，这么大的资金量，就算他蒋劲和林向远不反对，其他的股东也未必同意。所以，所以你要对我大开杀戒。